完不像我给蚂蚁做手术。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儿子吗？请你拿着他，永远的离开我儿子。妈，他人呢？他已经永远永远的离开你了。他家有30万头羊，20万头羊，那个都他家的。你还没走远，快点说。爸妈，这是小陈。你住哪里呀？你是哪里毕业？我的天哪！不错不错，错的呀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请剩我一半。这是啊，这是我同桌赵乔伊。你就是乔伊啊？妈，见到你很高兴。妈，见到你很高兴。对不起，阿姨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